位投资朋友，大家好，那很高兴今天又来到了我们这个周末了哈。那我想呢，这个今天的行情哦，还是震荡。那当然，这个行情呢，我陈老师我常跟大家讲，有的人觉得说啊，今天拉回到这边啊，可以买了，但也有人觉得说看得很坏，对不对？跌的时候总是看得很坏了哈。那当然，我还是一样的哦，我的一个想法没有改变，先看量。哦，所以你不要去听说啊，这个什么，什么风吹草动啊，对不对？就像之前什么矽谷银行又出事啦，啊，什么瑞士信贷又出事啦，那我陈老师嘛跟你讲啊，我讲你无你都变黄黑嘛，因为他只要没有爆大量巨量长黑，所以股票市场里面我就跟你讲很奇怪，尤其它的量，哦，所以你外面的有很多的一些所谓的这种消息也好。啊，或者你看到的一些所谓的这种啊，大家都在讨论的东西、啊，哦，但是那些东西怎么样？基本上它在未来，它一定会在量上面告诉你未来。我这样讲你懂吗？股票它很神奇，就是、说股票伊有好无好啊，也跟你讲未来。第一个量，所以当一个股票它要是真的不好的话。那就是巨量长黑了，所以你看这一波从12682上来，你有没有发觉到它不管拉回怎么拉回，它一拉回量就缩了嘛？哦，它一拉回量就缩了，所以就像之前矽谷银行也是一样，什么乱七八糟的，反正啊，是拖拉股的这个啊，大家都说啊，这什么对台积电有没有疑虑啦、啊？对什么，你都不用去想那些问题啊，那个就每天反正就是说很多人都在。就在这上面会啊，一直去探讨这些，总是要有新闻嘛。但是它股票很奇怪，它股票它本身它有一种力量哦。我跟你讲，它比那印度神童还厉害。你不要听那印度神童在那边鬼扯。股票本身啊，它的量跟它的价，它会告诉你未来。所以有时候股票市场里面，它是一个预测，它是一个最厉害的预测家。所以当你今天你看到消息啊，比如说台积电啊，巴菲特在卖了，比如说什么矽谷银行又怎么了啊，比如说利率又怎样了啊，比如说通膨的问题又怎么样，比如说乌俄战争又怎么样，比如说你今天你在看这些问题，这些问题已经发生了嘛，我这样讲，这问题它已经发生了嘛，所以看这些东西是没有用的嘛。但是股票高票一奔新啊，它的量跟它的价会告诉你未来即将会发生的事情，所以说我一直跟你提到过，12682上来这一波里面，它往上攻，慢慢放量，它永远都2000亿、3000亿啊，它永远它也过不了3000亿、4000亿以上。你看看今年就小白兔年，你有没有发觉到？所以我陈老师一直跟大家提到过说，你想要用大牛年那种模式来操作今年的这种。啊，航运三雄啊，台积、联电在大牛年的那种模式啊，股本又大的，然后又量滚量的，然后又是一致的啊，只冲不回的。那在今年小白兔年的话，它没有那个条件，它没有那个条件。所以你今年你只要遇到股本太大的、量太大的、创新高的啊，业绩都看到很好的，那你就要先卖一趟嘛。可是。你回过头来，你看看今年真正能飙的股票，它不是在这种怎么样股本很大、量滚量创新高的股票身上。你回过头来，你反而看到有一些股票怎么样，它是怎么样，它是股本很小的，它量也都一直维持在，比如说可能一万张以下，对不对？几千张的，甚至更少。那这种股票，我就跟你讲了，哦，我一直跟大家提到过，说很多人。我讲的东西很多啊，陈老师啊，我没信道、哦、但是你还是要相信一下生肖。我真的讲真的，你还是要相信一下生肖。哦，你别说那不重要，对吧？哦，所以今年像这样的东西，你知道吗？很多啊。你看看这个银邦，你看它两次，对不对？他为什么？你先看这边嘛，你先看，你来，我今天举个简单的例子，你看，你今天先看你自己手上的股票了，先看这个东西，你先看你手上的股票，哎，它3.8亿嘞，你回过头来看看你手上买的股票是不是38亿，
是380亿，甚至3000亿。你先听我讲，你不要说太过于主观，因为今年就是小白兔，你知道，今年这个就是小白兔。像我之前，你看我跟大家介绍一只股票，这只股票利基，我说买台积电不如买利基，不如立刻赚台积电。你先不要想，你先不要想台积电的问题，你先看它的股本，它9亿，那台积电多少？它的股本是9亿，那台积电的股本是多少？台积电的股本，先看这个东西。像我之前，你看，我在今年1月3号的时候，我跟你提到过这一支股票，倍数成长，力量集中，小心百倍，而且怎么样？一定是走银邦的模式，从40块。今年的1月3号，你看看当时它的量，你这边看一下，41张，1月3号这个位置。来，你先看这一支股票，你看它的股本2.2亿，它的股本才2.2亿，你知道吗？它今天到今天为止，已经7到8只涨停了，又是另外一只银邦，又到100多块了。你看看这边才多少？这边才40几、啊、跟他银邦一样啊。这股票你看讲了很久了，你看他到，就算他到今天他也到不了10000张。可是你有没有去发觉到，你买的股票都是几万张几十万张，而且你买的股票都是怎么样，10亿、20亿、30亿、40亿、50亿，甚至60、70亿，甚至100亿的股本。我今天这样讲，你懂吗？所以我今年为什么一直跟你讲小白兔这个概念要藏在我心？你不要一直用着当年牛年的时候航运三雄那种模式，你想要去复制它，那种大只的股票、大股本的股票、大牛的股票，它会一路的像航运三雄那样子不断的往上攻。所以我为什么我一直跟你提到过，说我从今年年初我就一直跟你讲。现在是2023年，现在不是2021年。这个大牛股啊，航运三雄在当年的时候量滚量，股本又大的这种股本大、啊，然后用量滚量、啊、一路的攻的这样子，在今年各位投资朋友，今年是2023年，所以我今年的年初我一直跟你提到过，一定小白兔这个东西要藏在我心呐、啊。你不要又跑去这里了啊！今年就它就不是大牛嘛，今年是不是它就不是大牛嘛？那你想要利用大牛年那种股本大，然后量又大，然后那个一路的攻的那种航运三雄的模式，我这个也提到过啊，小是什么？股本小嘛。白是什么？干净嘛，量不要太大嘛，不能太大嘛。啊，兔子就不用讲了嘛。所以我今年为什么一直跟你提到这个问题？很多人就是说，当然他自己，比如说我今天我就加一种，对吧？有人说我爱吃咸，啊，问题你今年你可能爱吃一挂较无遐咸的嘛，对吧？这个人的个性同款嘛，有人说我就无吃咸的。啊，今年你可能要吃咸一点嘛，对不对？有的人说，我喜欢啊这样的一个啊这个人唱歌，我不喜欢那个人唱歌。啊、这个是你，但股票不行这样子啊。你股票不能说我老是爱大牛，我就不爱小白兔嘛，我就爱大牛啊，我就不爱小白兔嘛，你不能这样子啊。那到明年龙年就不一样了，你看看去年老虎年。老虎伤人嘛，伤人伤己嘛，所以我一直跟你讲说，你看看牛年是不是不一样，老虎年也不一样，到今年兔年，你有没有觉得生肖很重要？我常常说，我常跟你讲，中国人千万不要相信什么星座，星座那是阿东啊，你知道阿东啊，什么星座专家还请他跟他吸血鬼嘞？嘿，我跟你讲，中国人不能相信星座的，星座不准，中国人一定是生肖。中国人一定是生肖很准，很准，所以我一直跟你讲这个观念。你今天我，反正我跟你讲，现在都快5月了，
你不觉得吗？今年都是长小白兔吗？今年有跟大牛年一样吗？有没有一样？来，你说，你今天你怎么推翻我这个问题？所以你今年你只要去追那个量大的股本大，你先看看你今天追的股票，有的股票是很强，没有错啊，股本很大嘛。那另外一个就量太大的不行，你要超过五万张、十万张以上了，那就不行了、啊。所以我今年我一直跟你提到过，你看它有两次被分盘，量又没了，又开始量又不见了，那等到正常交易咧，那第一个你看看这个，从这边43块，我当年跟大家讲的40几块，到今天8888一直上，还在量缩呢，被分盘还在量缩呢。那你看，你看这股票，你看我这股票，我已经讲的都哎。很多的股票哦，你讲陈老师啊，你看今年1月3号，我还印象深刻，我还跟你讲百倍千倍。那陈老师啊，怎么可能还有下一次银邦？我这边还跟你写呢。那陈老师啊，你也没有写基本面，我这边跟你讲力量很大，2亿的股本而已，2亿比银邦3.8亿的股本还要小，2亿而已，2亿。各位投资朋友，你不信也不行啊，你今天不信也不行啊。你不信不行啊！那这边多少钱？这边多少钱？1月3号多少钱？我还写在这里。1月3号多少钱？1月3号，一天不到40张啊！一天40张了，40张。哎，各位，你看它涨成这样子，那问题在哪里？问题它就不是2000亿的股本嘛，它也不是200亿的股本嘛。那你今天你去看看你手上，你先很多老师说要帮你检视持股，看线检视持股，不用，你先看看你手上的股票股本多少，先看你手上的股本，手上的股票，你现在手上的股票股本是多少，你先看你手上的股本多少，那你再回过头来，你再看看我跟你介绍的股票那股本多少。所以今天50、70、50、80很多老师都爱说那个股本很大的，牛年可以啊，牛年当然是 OK 啦，那问题是你今年你就不行了嘛。所以很多人还想要利用牛年那种航运三雄，那种你航运三雄那股本多大，台积联电。所以今年很多人一直在探讨说台积联电到底 台积电到底怎么样，我已经跟你提到过1000次、100次了。台积电不是不好，是今年它很难嘛。像我之前我跟大家一直提到这个股票啊，讲了也已经讲了很久了，这一只股票今年有共轨3.4亿的股本 AI 的，而且它是之前我讲过它跟贝利是相同的产品。你知道贝利现在涨多少吗？你知道这个贝利啊，这贝利啊，这一支 AI 的 啊，你知道它涨了多少？2.2亿。好，你再回过头来，你看看这个股票，利基9亿，买台积电不如立刻赚台积电。来啊，你看看这个，你看看这银邦也是一样啊，跟贝利一样啊，3.8亿。所以说贝利比银邦更厉害，厉害在哪里？厉害股本更小。为什么贝利它感觉好像比这个银邦不输银邦？他3.8亿，他居然2.2亿，你看看这个银邦3.8亿啊！你看他的线，镜头拉远一点，你给你看这，看他几不会零呢？你看这个也不如不往，还可能还会再上哦。我认为他可能比这个银邦未来可能更强一点。为什么？股本更小嘛，这股本够卡小嘛，而且怎么样？而且是怎么样 ？AI 相关的，尤其是最近最热的。我之前有一只股票也有一直跟你提到过，这一只 AI 概念股，这一只 AI 概念股，我跟你讲哦，你要去寻找，接下来你一定要去寻找那个最好，那股本越小越好， 3.4 亿的股本。我跟你讲哦，这一只我一直之前一直跟你提到过，你先把它放在心里面，
这个挺好记的，三五六，三五六七，这样哦。今天给你跟他偷啊你哦，今年好像兔子年嘛，哎，今年是不是兔子年？啊，你也记这个股票哦，有一个兔子啊，你知哦？啊，兔子会旺呗，兔子会不会旺？放在心里。这一只股票，我跟你讲，未来比贝利的成长性还要多一倍。这一只股票未来的成长性比贝利还要多一倍，这贝利啊，也是 AI 啊，这贝利你看看，这贝利，没人爱啊，这老师还说百倍千倍，你好好小，贝就是有百倍千倍哦，啊、力量集中，这名多好呢，啊你买的是啥？你买的是什么股票？你买的是什么股票？你看光看看这名字就很好了嘛，所以我陈老师常讲名字很重要，所以我也跟你讲，那大力光你也不要忽略它。你一直认为说啊，大力光现在不会再变股王了，很难讲。哇，名字取得好就好了。你看看现在大力光没人爱哦，爹爹不疼，姥姥不爱。哪一天大力光，你不要看林恩平，他又变股王了。哎，我讲话你不相信？等到有一天，哎呦，大力光又回来了，又涨一倍了。那看他两千多啊，说真的，哎，那个有比较多钱的人哦，真的大力光拉回来是可以注意。我不会骗你啊。光大力光这三个字，哎，你不觉得吗？现在所有的股票除了台积电之外，哦，我认为这名字很好，可能你认为不好。啊，有人在看名，要不然看啥？你不要看这个啊，你小心他这个啊，这个重生啊，哦，我跟你讲，在林恩平啊重生。哎，我讲话你现在不会认为了，所以你也不要小看那玉金光啊。你也不要，你下半年你也不要小看玉金光。我知道是讲话，人家不信。哦，什么连一光啊？这个共伟光起在，我把掰碎讲好了。因为说真的，给你爆牌哦。有时候说真的，你这一波拉回来，有很多东西你都要注意啊。接下来五月份呐、啊，我已经跟你讲过，五月份将是一个非常好的月份了。五二零啊，蔡英文啊。总统啊，对不对？最后一次要上去恭维啊，你认为这行情会不会拉、啊？你不要一天到晚听那些看空的人在那边吓了，那边威胁加那个恐吓加那个，哎呦，世界末日即将到来啦，美国要完蛋啦 ，AI 要完什么？苹果要完蛋啦，什么台积电要完蛋了？我跟你讲，你永远听那些人哦，看遐人的面相，你就知影遐哪会好。哎，我一看空的那些人，你们觉得那看空的那种人哦，就觉得那种人的面相也不是很好。看空的那些人啊，你们觉得他面相也不好，那感觉好像对这个世界充满了那种绝望啊。那才跌个几天开始的，哇，棒，被棒啊、哦！你们都没听我的哦，你们是不是都没听我的？早就告诉你要跑了，你们再买。当然，我陈老师常讲啊，有时候咱做股票的人哦，有当时啊就是讲会惊嘛，对不对？啊，遐个人就利用这种心态来给你惊啦。那我会觉得说，你自己要有定见。哦，五月啊，五二零啊，记住这五二零啊会大，这个一定是的。五月一定又是母亲节，哦，家泽要注意哦，母亲的恩泽。哎。这个哦，母亲节又是这个总统的这个哎，这个你不买干你我说真的你不买要干嘛？这五月是很好的月份呢，我认为一年里面最好的月份，除了那个农历年之外，就是母亲节了。这世界最伟大的就是母亲。我讲话你就不相信呢？哎，陈老师啊，你讲的股票我也不爱买的。哎，你股本那细就是要怎买？那么我上无爱，拢爱买迄落两百亿的股本。这两亿的股本，这是好高的哦。陈老师啊，这三亿的股本，这是好高的。啊，我不，阿玲，我都无法度啊。对，阿玲，我都无法度啊。你阿玲跟我讲，我都唔知道要怎讲落啊。陈老师啊，我股本哦，无两百亿，无二十亿，无三十亿的，我袂买啦。这股本太小了嘛，
这太容易炒作了嘛、啊、你讲废话不就要容易炒作吗？这样能跟他两亿而已，两亿而已，两亿的股本还写在这，人我看到两亿股本我就没想，没想要买，还翻百倍呢，没有人要啊。1月3号哪有人要？下个礼拜我跟你讲啊，今年是不是兔子年啊？我跟你讲今年是不是兔子年嘛、啊、是不是是或不是，你就要讲一句话就好了。要记住了，这只兔啊爱走，这只兔啊你知道爱走，走了爱红。哎、欸，我说真的，我在解字哦，你会觉得说，哎，陈老师啊，因为解字我都不爱不爱行。我跟你讲啦、啊，字里面就已经告诉你它会涨。你知道要怎讲的吼？赢爸，安尼赢爸，你知道赢爸，赢爸爸，赢爸。咱咧拢讲台语的，咱卖讲国语啦，赢爸。有蔡英文阁未使会晓讲台语呢，我忘记怎么讲。我就觉得很奇怪，现在民进党选出来的总统台语不太会讲，然后现在大家看那个侯友宜，哎，这个应该国语不太会讲，所以我都搞不清楚到底谁是民进党，谁是国民党。你侯友宜啊，讲伊讲了无啥好呢，那台语讲的可好了。你看他蔡英文啊，欸、真的国语讲的还不错了。台语跟他我唔捌听过伊安怎讲过，讲啊讲美练凳。啊，你怎么用咩双侯友谊啊？侯友谊国语讲了也无啥清楚呢。台湾国语，所以我觉得现在来说，真的到底是在选蓝选绿，我也搞不清楚。来看一下这边了、啊，欸，注意一下这个哈、哦，注意一下这个东西好不好？我跟你讲 ，AI。倍利相同的产品，未来它的获利会不会比倍利的毛利多一倍？我最重要，我要让你看这个啦，拉近一点啦，看这个啦。有时候该注意就注意，不要说啊，银邦涨那么多了，利基涨那么多了，倍利涨那么多，我跟你讲，你拉回要赶快买了。我跟你讲，快到五月了，已经没有多少时间了。你都要上去了啊！追啦！我上去，我在冲啊！啊，开始冲啊！啊，底下这两缸的是吗？半缸。我跟你讲，你不要再想那些事情了，好不好？今天给陈老师给大家的这一份资料，把它带上手。下个礼拜你就知道有哪一只兔子会跑，哪一只兔子会跑啊？很难讲。注意，最近要注意 AI， 要注意怎么样？多注意就对了。我们下个阶段再回来。全民抗涨大作战，888抗通膨专案，让您轻松的负担，帮助您快乐的赚钱。抗涨专线02-8511-3366，抗涨专线02-8511-3366，鼎业投顾。相信从鼎业开始，我们是一群共同追求股市决胜大师级的研究团队，从实战中克服人性并战胜主力，我们不断地超越自己，也协助您实践梦想。相信从鼎业开始，我们希望复制一个又一个成功者的故事，而每一个成功者都有一个开始。相信我们的专业，相信自己，您就能找到成功的道路。相信专线02-8511-3366，8511-3366，鼎业投顾。看全球财经台，除了家中有线电视之外，您还可以这么做：网路影音平台 YouTube， 能上网就能看，而且免费。改变收视习惯，就从全球财经台开始。
很多人都会问陈老师，接下来有没有很会跑的兔子，很旺的兔子，很会跑的兔子，很旺的兔子，我们来看、哦、各位投资朋友，倍利不买没关系了，接下来各位投资朋友有没有真正今年最会跑的兔子，我再讲一遍哦， AI 大获利大毛利的到现在都还没动的，各位好好把握五月的大行情最会跑的兔子，我再讲一遍哦。你不要说陈老师啊，到时候这些兔子走去我买不、哦、我陈老师再讲一遍，银邦没有赚到没有关系、哦、这个倍利没有赚到没有关系，立刻赚台积电也没赚到没关系、哦、但是各位投资朋友，放在心里面好好把握，谢谢。本公司与所推介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，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，投资人应独立判断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。